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。阿舍利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、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注重中尊。阿舍利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、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注重中尊。阿舍利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、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注重中尊。请看《大经科注》第434页，434页，从第四行看起。念老介绍这一品品体，文很长，这是幕后的一段。我们看注解：至于汉武这两种译本，则却深念必生之根本大愿。48愿最重要的就是这一愿，这一愿里面汉译的没有，无译的也没有。那么可见汉无为唐宋5种译本，这是现存的《无量寿经》，汉朝时候传到中国，一直到宋朝，这800年间，一共翻译了12次，可以说是译本最多。那么这12种译本，我们在大藏经上看到目录，但是7种经文失传了，现在留下来只有5种。这5种我们对照起来看，就很容易看得出来译本的内容出入很大。古大德判断决定不是一个梵文本，梵文本字都传到中国来了，中国把它翻译出来，里面内容不相同。像这一愿深念必生，这是48愿里的最重要的一愿。汉武这2种本子没有。那么这就是说明5种本子呢都不能算是无量寿经的善本，因为它有缺陷。但是这个本子有缺，那个本子上有。古人判断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，肯定是多次宣讲，
那每一次宣讲的呢，阿难尊者都把它集结成经本啊，所以内容啊才会有这种情形出现啊。如果是只讲一次，就决定不可能有这种情形出现。啊，这才是是以汇集注意，广结众长，令成汇本呢，是不用换语。啊，这就是说，无量寿经必须有汇集本。那汇集是有必要的。末后这一段，于是下士汇集注疑之答愿。啊，下联句老居士看到大经这种情形，五种原译本他都详细去研究过，发心的重新再做一个汇集，啊，记重古疑多见之24卷，在古疑里面确实说24卷的多，又采取世间流通的48卷。世间流通的就是魏译的康僧铠的本子啊，魏是三国时代曹魏啊，康僧铠这位译经的法师是康居国的人，康居国在现在的新疆已经入了中国版图了啊，那个时候是外国啊，汉朝时候是外国，没入中国版图啊，他懂得中国的语言文字，虔诚的佛教徒啊，所以到中国来啊，已翻译了不少经，其中有无量寿经。那么这个本子里面呢有48卷啊，所以大家都喜欢读他的本子，于是48卷呢就人所共知了啊。那么现在夏老他用24为章，48为目啊，用这种方式来把它汇集啊，两种他都采了啊，24章啊，48愿，说既符符合是24章，又合48愿，经中啊备集注疑之长啊，这个五种翻译的好的地方呢他全采纳了啊，生念必生，过无女人，莲花化身，这些祝愿呢都在汇集本里面看到了。福妙是过愿精要，以少文而显多字啊，这在文字上的斟酌也是最出色的一个版本。那他的文字简单啊，尽量要求简要详明啊，中国人讲的这文章跟言语4个原则啊，要简单，要扼要，还要详细明白啊，这是最好的文章，最好的语言啊。那么
夏莲居老居士这个汇集本真的符合这个要求啊，无论在经义在文章都是属于第一流的。我们在这一生当中有缘，这个有缘分能遇到啊，那是莫大的幸运啊。他老人家距离我们不算太远，我这一辈非常幸运啊，遇到了，全遇到了。我上一辈啊，李炳南老居士他们这一辈今遇到了，那一辈的人遇到汇集本的人不多，因为汇集本的完成是在抗战末年啊，那个时候流通的本子非常有限啊，又遇到的时候国共战争啊，这幸亏有一位绿行法师从山东到了台湾，带了几本到台湾来，把这个本子送给李老师啊，老师当时把他印了1000本在台湾流通啊，依然很少法师看到这个本子，因为这个本子不熟悉，大家都不愿意看啊。老的本子传得很久了，所以念无量寿经都是念康僧开的本子啊，这个新的本子无人问津啊。李老师在台中讲过一次，做了眉注，这个注解交给我了啊，很少人见到。那么当时我看到这个本子，眉注的本子，眉注是他老人家早年在台中法华寺讲的，以后就没有再讲了，他只讲一遍。我拿到了非常欢喜啊，我就想讲这部经，他的注解我能看得懂。啊，老师告诉我，这你年岁太轻了，现在时候不到，让我把它保留到，等待时节因缘。当时我不很清楚，不了解这个事情。啊，到现在我们是完全明白了。啊，你看多少人反对汇集本，批判汇集本，障碍汇集本。啊，在这个20多年当中，这是我们遇到的。啊，那么我要坚持学习这个本子，为什么？老师传的，我要是改了不学这个本子了，那就是名副其实背师叛道啊，那就真有罪了。我对老师有信心，老师决定不害我啊，老师对我非常好，我一定要把它传下去。啊，这要有很大的耐心的。这个本子真难得了。末法9000年，尽宗能度一切苦难众生，
我感觉的全靠这个本子。那以后我在美国遇到黄念祖老居士，在当时在海外讲这部经典就是我一个人，在国内呢就他一个人，我们没遇到啊，在美国也遇到的时候，无量的欢喜啊，无量的安慰也啊。那么他的注解啊，就是这部注解刚刚完成，有印了，我相信大概100册吧啊。真修当时宗门啊，这个净宗大德啊，给他提供建议啊，这是老人虚心的求教啊。我们看到老人的态度，非常佩服啊，也感动人。那么以后他做了几次修订啊，成为定本。先后用了6年时间。那么在那个时候，在美国的时候，我向他请教，我说你这个注解有没有版权？他问我为什么，我说没有版权，我带到台湾去翻译，如果有版权我尊重啊。他欢喜没有版权啊，还要我给他写一篇序文啊，在封面上题字，我都照办了。所以我们第一次在台湾印的繁体字也完成啊，精装也完成啊。那么以后这些年来啊，印的、流通的、学习的，真正不计其数啊，法缘非常殊胜啊。啊，这个时候问题出来了啊，批评的人出多了啊，反对的人也多了啊。很多同学问我怎么办，我就告诉他，我相信老师，老师亲手传给我的，老师怎么会害我，老师不会欺骗我，我对老师有坚定的信心。所以我说全世界人都反对，我一个人不反对，我还是坚持下去啊！我知道我依照这个本子修学，决定能往生啊！我不会为外面啊这一些批评啊回谤所动摇啊，一直坚持这么多年啊，13年元月来佛寺，海贤老法师自在往生，112岁啊。我听到这个老和尚事迹，我很欢喜，我很赞叹，很佩服啊。这个老和尚为我们做证明啊，啊，所以我们很幸运的，这一生当中到这个世界来，能信奉夏莲老的会籍，黄念老的脊柱
这脊柱是高等智慧呀。不容易，他用了83种经论，110种祖师大德的著述来解释这一部《无量寿经》。啊，为什么这么做？啊，不敢自己走一步出去，我相信他能理解，怕别人回报，怕别人反对。啊，这个脊柱呢，那就没话说了。这里头每一段、每一字都不是我的意思，都是经典的，是古大德的，没有人敢反对。啊，这非常高明，啊，很难，很不容易啊。所以我们读他这个注解，你看每一小段他的注出，这几句话从哪里来的？让我们对他升起恭敬心，升起信心。啊，这种人有真实智慧，啊，说得这么圆满，这么细致。啊，晚年我常常去看他。啊，他出国不方便。我们到中国访问很方便，所以每一年我都去好几次，我们见见面聊聊天，啊，向他老人家请教。啊，也正因为这个原因，所以难得弘林法师我跟他不太熟，没有印象。啊，我听说，我第一次访问赵朴初老居士，他在场，他年轻啊，在旁边照顾。啊，这年轻的法师，啊，这么多年来，他用了10几年的时间。啊，替我打抱不平，啊，收集我的一些资料，弘法的资料，写成一本书，啊，这么大一本，我非常感谢了。若要佛法心，唯有僧赞僧。那替我伸冤啊，我非常感谢他。那么海鲜老和尚也就是看到这本书了，非常欢喜，如获至宝，穿袍打衣，拿着这本书请别人给他照相。啊，老和尚一生从来没有主动要求别人替他照相的，啊，这一生当中第一次，我们相信他是尊阿弥陀佛的教诲，啊，他求往生，什么时候能往生呢？遇到这本书，你就可以往生，啊，所以遇到这本书，他欢喜的不得了。照相3天后，他就往生了。自在往生，没有生病，没有病苦，没有死苦。啊，往生之前一个月，该去慈行的朋友，啊，同参道友，以前住过的地方，都再去看一看，告别，啊，给大家告假了。啊，看到这本书之后3天走了。啊，他是来表法的，他是来给我们做证明的。啊，这个老人
不认识字，没念过书。20岁出家，人老实、听话、正干。啊，这是他的秉性。啊，师父看中他了。师父不是凡人的，凡人看不出来呀。啊，这在佛法称为法器，可以造就。啊，就传他一句“南无阿弥陀佛”这六个字，叫他一直念下去。他真老实，这一句佛号念了92年，啊，112岁往生，念了92年。啊，那念佛的功夫呢？我们从视频里面可以看出来，啊，这个光碟，啊，念佛功夫分三等，最低的等级是功夫成片，啊，什么叫成片？无论在什么时候，无论在什么场所，心里面呢，只有阿弥陀佛。除阿弥陀佛之外，没有妄想，没有杂念，这叫功夫成片。啊，烦恼没断，但是控制住了，这一句佛号控制住，虽有烦恼不起作用，这叫成片。有这个功夫，就决定得生。啊，这个功夫现前了，肯定阿弥陀佛来送信息给你，在《楞严经》上说的，一佛念佛，现前当来必定见佛。啊，现前就是现在，当来是往生极乐世界，对，现在见佛，或是定中，或是梦中。啊，佛来看你，告诉你信息。啊，你的最重要的是告诉你，你的寿命还有多长。啊，到你命中的时候，佛来接引你往生，把这个信息告诉你，你这真正死心塌地了。啊，没有到功夫成片的，不可能见到佛。啊，不是佛不见你，是你自己有业障。功夫成片，业障虽然没有消除，被控制了，业障不起作用，所以佛会现身。啊，那么一般我们从净土圣贤录，从往生传，啊，古今这一些念佛的人，到这个功夫需要多少时间？一般真正肯念佛的人大概3年就拿到了。啊，记录上太多太多了，3年成功。那我们在这一生当中看到念佛的人念3年往生的很多。啊，过去有法师问我，是不是这些人刚好3年他寿命就到了，我说这个讲不通，哪有那么巧，人多不是人少啊，啊，不可能这么巧，啊，应该是功夫成片。功夫成片还有寿命，不是寿命就到了，可是有一种聪明人，他见到阿弥陀佛就不肯放松啊！啊，佛告诉他，后面还有很长的寿命，他可以求佛，我后面的寿命不要了，我现在跟你走。佛非常慈悲，你真要求他，
他真带你走，这才讲得通啊！啊，三年功夫成片，佛来了，你不要寿命，不要跟他去了啊！这是真的。啊，那么在前年2012年，刘素清居士往生，刘素云的姐姐啊，她也是发了个心给大家做证明，自在往生啊，这个主意是刘素云居士提出来的啊，他是有人讲经，有人修行，最好能有个人表演一下。表演什么？表演我生，大家就相信了啊。他跟那姐姐讲，他姐姐就答应，我来表演，你们啊不愿意，我愿意，我来表演。那到以后真的见到佛，佛告诉他的，他寿命还有10年，不要了。啊，现在往生，所以他这一个月念佛一个月，发这个大心呐，啊，真往生了。啊，时间，佛给他讲的时间。啊，2012年11月21号，中午12点，一天都不差。这个时间是往生前8天。刘树云听到一个音声，都是数目字，他就把它记下来，记下来给他姐姐看，他姐姐笑了一笑，没说话，收起来了。果然这个时候啊，往生那个时候大家说说笑笑，闲话家常啊，很开心的。时间一到，他说我走了，你们大家念佛送我，真走了，一秒钟都不长啊。这是来做个样子给大家看看啊。海鲜老和尚应该是1个月前，阿弥陀佛把这个信息告诉他了啊，你看到这本书时候就到了，是来表法的，做正传，这三转法轮做正传，他给我们证明极乐世界真有阿弥陀佛，真有48愿度众生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为我们所证明，那特别为我们所证明的是证明下莲居老居士的汇集本是真经，字字句句是佛亲口说的。下莲老汇集没有改动经文上一个字，那是从五种原译本的原文经文，一个字不敢改动，忠于汇集的要求啊，所以字字句句真经啊，不是假的。第二个，为黄念祖老居士证明，脊柱是正知正见啊，字字句句是佛经论里面的原文，它抄在这里原文
真的，不是假的。110种祖师大者著述里面选出来的，啊，这是证明脊柱是真知真见。第三个是为我们做证明，我们这20年来依照这部经典修学没有错。这还得了吗？啊，我们这一生呢，太幸运了，没遇到这个法门，可以说跟佛门里面种个善根，结个善缘，这一生脱离不了六道轮回。啊，这是真的，决定不是假的。啊，遇到这个法门，真正相信，没有怀疑，啊，真心切愿，这一句佛号念到底，十念必生啊。那像什么时候遇到，你病得很重，在垂危的时候，这一口气没断，遇到一个善友劝你念阿弥陀佛，相信真有极乐世界，真有阿弥陀佛，啊！你念十口气，或者念一声佛，就断气了，都能往生。念佛功德了，不可思议！啊，这个法门太容易了，因为太容易，人就欢喜了。啊，了生死出三界哪有这么容易啊，真容易啊，真难行。我学佛64年啊，早年间禅云法师劝我，我在他山上住了半年啊，他教我看弥陀经疏钞要解圆中钞，印光大师文钞啊，那个时候只有四册，初期续期我把它看完了啊。相不相信的？相信，相信净土，不排斥净土。他劝我修，我没接受。啊，到台中亲近李老师学经教，老师也把净土介绍给我，我没修。啊，我就学教去了。啊，主修的是大佛顶首楞严经。大方广佛华严经啊，这些大经大论，年轻的知识分子非常向往羡慕，认为净土是不错，很好，大概是老太婆们修的啊。佛不是度我们这些年轻人，这个错误的观念呢，耽误了30年的啊！我接受净土是后30年，前面30年不反对啊，也很赞叹自己不肯修。如果像海贤老和尚这根性啊，一听就接受了，那我的功夫跟他也差不多啊，不会差这么远的啊。他真正是得利益心不乱啊，所以他得功夫成片，我估计不超过25岁啊。得事业心不乱，
不会超过30岁。得礼业心不乱，大概就35岁吧。礼业心呢，跟禅宗大彻大悟、明心见性是平等的。他真得到了，而且老和尚了不起。啊，你看20岁的时候叫他“南无阿弥陀佛”，一直念下去。幕后还交代一句话：“明白了，不能乱说，不能说。”那个明白是什么？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这叫明白了。所以老和尚也透出来，我什么都知道。这一句话就是明白了。说不说呢？不说。人家问他为什么？天机不可泄露，泄露天机要遭雷打。妙啊，真妙啊！这就说明他老父他的师父老和尚是个开悟的人啊，不是开悟的人不是祸啊，啊，他知道这个人将来一定有成就，大成就啊，果然没错啊，他多少次想请阿弥陀佛带他到极乐世界，佛没带他去，这个话决定不是妄语啊。那么有这句话当中，我们就了解了他跟阿弥陀佛见面很多次，不是一次。这话里头有话要会听的啊，一定多次啊。因为真正真的理一心不乱，你想佛，佛就现前啊，跟佛完全没有距离。那佛为什么不带他去？佛告诉他，你修得很好啊，修得很好是什么？你能持戒，你能吃苦，你能忍辱啊，这一般人做不到，你都能做到啊，所以修得很好，在这世间多住几年，表法给大家看，就是给学佛的人做个榜样，给念佛人做个榜样啊，所以一直把它延长，延长到100以上啊。这本书出来了，他就等这本书啊，住了这个后半部子，住了几十年，就等这部书，把这个错误的知见扭转过来啊。因为他一般人对汇集本，对于集注，对我们修学不再怀疑了，信心坚定的，愿心坚定的，他为这个主事啊，不是为别的。要是为自己往生的话，应该30岁之前他就有能力往生了。啊，住这么多年来，我们看受这么多辛苦，其实他在极乐世界，跟极乐世界没有两样。啊，从哪里看呢？从他的一生行矣，无论在什么时候，你看他满面笑容，欢欢喜喜，对人对事对物什么都好，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啊，甚至于我们可以说他没有起心动念，他在表演，完全做一个样子给我们看度化众生。他用身心做出来给你看，我们用眼角
把经讲清楚，讲明白，讲透彻，啊，身行言教相辅相成，这是一切诸佛菩萨教化众生的方法了。这个方法含义很深呐、啊。什么是最伟大的事业？我们看佛菩萨表演的，佛菩萨给我们表演的都是教学，终身教学，而且都是保持教员的身份啊，没有做校长。佛看这些学生都是朋友，都是兄弟一样啊，相亲相爱，互相照顾，互助合作啊。佛一生没有见道场啊，为什么没见道场？有道场就容易引起烦恼，容易引起贪欲。你看现在道场很多，我知道有一些出家的人，为什么出家？家里很穷，我这一出家马上就发大财了，住大房子了，啊，还有多少人伺候了？为这个，真的不是假的，啊，争名逐利，啊，这个道场变成斗争的道场，不是修道的斗争，啊，所以佛，我们今天这个时代他早就看到了啊，做一个榜样，不见道场啊。佛陀的生活非常简单，树下一宿，日中一时啊，这一餐饭去徒步，晚上睡觉在树底下打坐啊。我们想到他的体力好啊，身体好啊，不怕日晒雨淋寒暑，他不怕，人身体都好啊，从小练成的。啊，身体心地真正清净，一尘不染。一生讲经教学，真正有大德、大智、大能。这好老师啊，不收学费也，来者不拒，去者不留。你跟他教育啊，供养只接受四种供养：托钵、饭食啊，供养饭食啊，衣服破了的时候啊，接受人供养一件衣服。
卧居，晚上休息大树底下，下面铺一个垫子，是布的，就是一块布贴的，放在地下。啊，现在出家人拜佛，拜殿上铺的话，那就那叫居，就是古时候，啊，树下一宿的时候铺在地下的。啊，第四个，生病呢，接受医药。除此之外，一切供养都不接受。真放下了。啊，我们今天学佛，为什么不能开智慧？不能得定，不能开智慧，欲望太多了，放不下嘛。彻底放下就很容易啊，佛陀在世那个地方是热带印度啊，一只有三件啊，印度人没有裁缝，就是三块布啊包在身上，啊，晚上这个三衣就是盖子身上的，白天是披在身上，多么简单啊，生活多么容易，真放下了，没有牵挂，没有妄想，没有杂念啊，修什么？修定。八万四千法门，法是方法，门是门径，修什么？通通修禅定。那所以禅定是佛门修行的核心。那目的是什么？目的是开智慧。智慧从哪来的？智慧是自信里头本自具足的，不是从外来的啊，外面没有东西，外面全是假的。慧能大师开悟了，明心见性，性是什么样子啊？能大师说了五句，何其自信，本自清净。啊，自信是清净的，从来没有染污过。啊，被染污的是什么？是阿赖耶，是妄心。不是真心，真心从来没有染污过。啊，真心不生不灭，妄心有生有灭。妄心我们念头啊，你看前念灭了，后念就生了，一个接一个。啊，而且极其微细的念头，我们根本不能觉察，毫无感触啊。啊，我们迷得太深了。啊，今天科学家告诉我们，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物质这个东西，这是近代科学家提出来的，没有物质，物质从哪里来的？物质是什么？啊，物质是念头产生的幻象，不是真的。啊，这个幻象，它有生有灭。
他从生到灭，能占多长的时间呢？弥勒菩萨告诉我们，啊，现在我们或许这个衡量时间的单位是秒，一秒钟。那这一个念头产生的幻想，它的寿命有没有一秒钟？没有，一秒钟太长了。一秒钟它生灭多少次？弥勒菩萨告诉我们，2240兆，单位是兆。啊，兆是万亿为兆，一万个亿是一兆。啊，2240兆，这个现象就在我们面前。我们从生到老死，一辈子也没有发现过这个问题。这个问题叫什么？诸法实相啊，真相啊，宇宙万有的真相啊，假的，不是真的。啊，我们今天的眼睛很糟糕啊，啊，眼见的是真的，这个真相在眼前，你没见到。啊，我们能见到多少呢？才会让我们有感触呢？大概是1/2秒。有感触。那我们可以做实验。我这个一觉是从前电影底片啊，电影的底片，幻灯片啊，它在放映机里面速度啊是1秒钟24张。你看镜头一打开，这一张打到荧幕上去了，马上关起来，再打开第二张，换了第二张，1秒钟24张。那我们做实验呢，把这24张、23张都抹黑，只留一张，这就1/24秒。你会看到什么呢？光亮一下，里面什么东西什么也没看见。啊，24秒，我们就无法掌控了。现在事实真相是2240兆分之1秒，你怎么会知道它是假的？今天量子力学家这个发现，宇宙的奥秘就是物质这个奥秘被它揭穿了。这是物理学上一个很大的突破啊。那么物质现象是什么？是从哪来的呢？他说的跟佛经上讲的一样的，从念头产生的，先有念头，后有物质现象。所以佛经上讲的没错啦，相由心生，相就是物质现象，从哪来？从念头来的。念头清净，这个物质现象清净；念头染污，这个现象就被染污了。念头是善，物质现象是善，色相是善，佛家讲色。啊，念头不善，这个色相不善。啊，不善的三恶道，善的三善道，通通都是在念心理现象。啊，我们念头都是在这个高频率，就是
2240兆分之1秒，在这个频率之下产生的。科学家用仪器发现的，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科学不断在进步。现在年轻人学科学都搞这个，啊，研究念力，知道念力不可思议。那佛经讲的，佛经把物质最小的称为无蕴，啊，心经念的人很多，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照见无蕴皆空，这无蕴，无蕴是最小的物质，就是物质跟念头是分不开的，有念头就有物质，没有念头没有物质。啊，科学就提出一个总结，啊，科学搞了400多年，最大的错误就是把这个宇宙分成两份，一个是物理，一个是心理，搞错了。啊，这两份是错了。真相是什么？真相是心理跟物理不能分，它是一桩事情。物理它有心理，心理的有物理，不能分。啊，因为这个错误导致许许多多错误的概念出生了，啊，惹了很多麻烦，人吃了很多亏，受了很多苦难。啊，所以现在这个念力是科学最新的研究的方向，啊，这个念头到底是什么？念头从哪里来的？我们有理由相信，在20年之后，佛教不是宗教了，是什么？高等科学。啊，他们接受了，他们研究到最后的结论都在佛经里头。啊，佛经上告诉我们念头从哪里来的，啊，这个物质现象从念头来的，念头从哪里？念头从业力来的。业力是什么？业力是波动。啊，所以现在科学又说，整个宇宙像弦，弹琴的弦一样，啊，波动，全是波动造成的。啊，那么这个波动现象，在佛教叫业相。啊，业就是造作。啊，造作是动的，它不是静的。啊，可是自信是清净的。没动，啊，这一动是什么？就是一念不觉。一念不觉就是无明，啊，就是妄想，就是起心动念。啊，起心动念是非常偶然的，没有原因的，这个现象发生。那发生之后，随着这个现象愈迷愈深，那最深的就搞成六道众生了。现在我们学佛就是回头，我们要回归自性。啊，释迦牟尼佛回归了，慧能大师回归了，海贤老和尚回归了，他母亲也回归了。他那个师弟海庆也回归了，让我们看到回归得大自在啊。
啊，净土成为常寂光，回归常寂光，常寂光就是自性。啊，常寂光这三个字表法代表自性，常不生不灭，这叫常，即清净，永远不受染污，这是其光。光是说它的样子，它的样子是遍宇宙，无处不在，无时不在。啊，像我们的房子里灯光，这灯光一打开，照满也是，无时无处不在。那什么发生？常寂光就是毗卢遮那，就是发生。那所以回归到常寂光之后，无量智慧、无量德能、无量相好啊，无量的神通道理通通现前。为什么？自性本有，不必向外求啊。啊，什么时候能见到呢？清净心见到。你看我们经体这个经上教我们修修什么，修清净，修平等，修觉。清净是阿罗汉，平等是菩萨，觉就是佛。经上这五个字，佛法修学成就的三个等级啊，佛、菩萨、阿罗汉，一二三，三二一啊，得清净心了，你的智慧、神通、道理跟阿罗汉一样，有六种神通，很自在啊。啊，这个分段生死没有了，六道轮回不见了。啊，平等菩萨比阿罗汉高了。啊，智慧德能比阿罗汉大。啊，到圆满就是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那就是就，那就成佛了。佛不骗人啊，说着这是人人都本有的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善根，福德因缘具足的应该马上承认，直下承当，我要回归到我的本来面目，本来面目是佛了，人人都是佛，一切众生个个都是佛，那蚊虫蚂蚁也是佛，有情众生、树木花草还是佛，山河大地也是佛，佛是什么？佛是自性。这些东西全是自性变现的，到最后通通要回归自性。那自性能生万法，万法回归自性，性相是一不是二。那这确实是最高的哲学，最高的科学啊！佛法讲到最后，世间的学术、宗教、科学、哲学所探讨的宇宙奥秘，
通通离不开自性。只要坚信，坚信问题全解决了，而且是究竟圆满的解决。那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。啊，海鲜老和尚偷的消息，好。啊，这是他一生的经验，他表演给我们看的。好好念佛，就念这句阿弥陀佛，万缘放下。啊，成佛是真的，其他全都是假的，没有一样是真的。啊，所以必须要放下。那放下最重要的不是在形式，是在心里。那心里怎么放下呢？眼见色，看得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，这是智慧，这是我们的本能。啊，虽然清楚，虽然明了，没有起心动念。啊，为什么呢？知道这是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一切法无所有，毕竟空，不可得。啊，决定不会起个心，动个念头。啊，不起心，不动念。啊，这是什么境界？这是佛的境界。啊，好像我们现在面对着电视屏幕，屏幕里面的色相，我们整个人被它吸引住了，都以为是真的。啊，我们在这个画面上起心动念、分别执着，这叫六道凡夫。那佛看这个电视怎么？他不起心不动念，为什么？全是假的。啊，起心动念没妨碍，没有染净，没有善恶，什么都没有。啊，所有一切分别执着，都是你妄想里的变现出来的，不是真的。真的等于零啊！啊，真的它没有啊。道理就在这，只要你参透了，日常生活去练功，练什么？练不起心，不动念，不分别，不执着。啊，果然把执着放下了，你就证阿罗汉果，六道轮回不见了。啊，这个梦醒了，醒了是什么境界？醒了还是个梦境，死生法界。啊，六道是染污，死生法界清净，叫净土，诸佛如来的净土。啊，十法界还是不究竟。十法界从哪来？从起心动念来的。啊，六道轮回从执着来的，不执着了，六道就没有了。啊，不起心不动念了，十法界也没有了。啊，十法界没有了才是真的，破迷开悟了。什么境界现前呢？一真法界现前。一真就是极乐世界、华藏世界、诸佛如来的宝土。啊，它是心现，没有色变。心现的境界，没有生灭相。阿赖耶变现的境界，有生有灭。啊，有生有灭是妄心变的。不生不灭，真心变的。啊，所以极乐世界是真心变的，华藏世界是真心变的。我们要用真心，啊，习惯用真心，真心是什么？绝不欺骗人，
绝不能占别人一点便宜，占不到，假的。啊，见色闻声，在这里有练功啊，这叫修行啊，修什么？修不着相，修不动心，修这个啊，就是修不分别，修不执着，不执着清净心现前，不分别平等心现前啊，不起心不动念，自性现前，觉现前，啊，所以先要理解宇宙到底是什么，相信佛的话，佛没有一句是骗人的，整个宇宙是自己，啊，自己只有一个，真正的自己就是自性。啊，今天我们这么多人，这么多事，这么多境界，全是自性变的。啊，就像电视这个画面一样，啊，整个画面是一体，不能分割。所以，对一切人，对一切事，用真心的爱，就是大慈大悲，没有理由，没有条件，叫同体大悲，无缘大慈，无缘就是无条件，这就对了。啊，所以入佛的境界，就是入整个宇宙的全体。啊，能不能？能。这物质现象是假的。啊，物质现象有障碍，可以不要物质现象。在六道里面，高等的众生，无色界，无色界他不要身体，身体是累赘，不要多自在。所以地球上六道里头啊，最高等的是精神世界啊，色界天它还是有物质现象，它没有欲望啊，没有这些东西，七情五欲它没有，贪嗔痴慢疑它没有啊，但是他还没有脱离身体的形象啊，所以他叫色界天，没有欲啊。色界天下面是六欲天，六欲天啊，这些天人他有欲，欲比我们淡薄，越往上去越淡。欲没有了就到色界，色没有了到无色界啊，无色界没有了就出离三界了，出离六道了啊，理要搞清楚，要搞明白，那么对眼前一切事一切人事随缘不攀缘，好啊，真正做到与人无争，与事无求啊，为什么你们所争所求全是假的，没有一样是真的啊，无求无争是真的啊。那么这个世间大家都拼命在争，拼命的求，他所拥有的是不是真来的求来的？不是的，命里有的，命里没有，真正能够求得到，能够争得到，诸佛菩萨都去争，都去求去了，
假的求不到啊。啊，这些人就是都是不明白因果的道理啊。因果是世间很浅显的道理，没有什么深奥。啊，人喜欢财富，财富从哪来？佛告诉你，财布施来的。啊，你修财布施，越修越多。啊，中国大陆。把范例当作财神，啊，财神爷供的是谁呀？范例呀，真财神不是假财神。啊，你看他帮助勾践恢复国家之后，这人很聪明。啊，勾践这个人可以供贫贱，不能供富贵。啊，贫贱时候他是你的好朋友，富贵了他对你就会怀疑。啊，他知道，所以国家一恢复他就溜了，走了，逃走了，改姓名，带着西施，西施是他的夫人。啊，做小买卖，做了3年发大财了。啊，发达财人布施，救济穷苦，啊，通通布施干净，再从小生意做起，3年又发了，3聚3散，啊，越施越多啊，啊，他没有自己享受啊，他给些穷苦的人，啊，需要的人，他全帮忙，真财神。啊，发布施得聪明智慧，无为布施得健康长寿。你看世间人都想这3样东西，佛经上讲的好啊，那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它有因，它有果。财施是因，得财富是果；发施是因，得聪明智慧是果；无为布施是因。健康长寿是果，你看，佛教你，你只要种因，果报就现前。那为什么不干？啊，决定不要想个我有拥有，我要得到，那就变成业了。这个业就有果报，啊，善业善善道。我也善我道，佛教我们不造轮回业啊，要造菩萨业。菩萨业一切为众生，没有一样为自己，他自己超越了啊。释迦牟尼佛在世住世80年。他给我们表演的就是菩萨正业，是我们的好榜样啊！我们要认真努力，啊，何况他又教给我们真正离苦得乐，所以佛的教学叫什么？我们要知道，佛的教学就一句话：离苦得乐。众生太苦了，没有财富苦，没有聪明智慧苦，没有健康长寿苦。啊，苦有究竟苦，究竟苦是什么？六道，
你没有离开六道，你就没有办法永远离苦。要究竟离苦，必须要出离六道轮回。啊，六道谁造的？自己造的。一切善不善业所造成啊，这些业统统有染污，染污最严重的我，有我就是最严重的染污啊。所以佛教的入门是把我放下就入门了。你看小乘须陀洹出苦啊，怎样证得？五种错误的看法放下了，就证得了。这五种错误啊，一般人看错了。第一个，身体，以为身是苦，所以佛教头一个要把这一关放下，身不是苦啊，身是什么？身是我所有的，像衣服，这衣服是我所有的啊，脏了换一些啊，身体不好使用的，换一个新的身体，这就投胎又来了啊。所以身不是我，我是不生不灭的。身是有生有灭，那那么有人就说了，那灵魂是不是我？哎，他投胎呀、啊，我人死了之后变成灵魂了，灵魂会投胎呀、啊。啊，灵魂是不是我？灵魂好像是我，他还不是真我。为什么他迷惑颠倒？那真的我，他不会去投胎。那真的我，实在讲不能叫灵魂，灵性，魂都是迷呀、啊，迷魂呐、啊，哪有灵呢、啊？灵怎么会去？投胎做魔鬼，做畜生，啊，不灵啊，那全搞错了，啊，所以这个一定要知道，啊，灵性是我，啊，性是清净的，性没有染污，性是平等的，没有分别，啊，所以佛教给我们，在六根接触六尘。这里的修行，离开这个，没地方修啊。修行就在人事物这里的话，修什么？修不知足，什么都好，还想给我们做榜样。啊，真的没有分别，没知足。啊，那么他所吃的东西，他所穿的东西，都能够心安。为什么？道理明白了，理得到，心就安了。心安就是最美好的。为什么？这科学家知道，一切法从心想生。我们那个心好，什么都好，吃的也好，穿的也好。啊，我们吃东西，有分别的人吃的是苦的，没有分别人吃的是甜的。那为什么呢？自己把外面境界就转变了。那有分别的人穿破衣服的时候啊，很难过啊！明了的人说，穿破衣服的时候，那非常华丽
完全不一样啊！用心来转变物质环境啊，极乐世界为什么那么好？没有别的，每一个到极乐世界的人都是正念，没有邪念，没有染污啊！他们凭觉证进去的，他们往生都是凭清净平等觉去的，最好的信念，所以那个世界叫极乐啊！啊，我们今天地球上的居民，如果明白这个道理，我们统统把不善念头改过来，地球就变成极乐世界。所以要教我什么事业最伟大？教学。哎，阿弥陀佛，你看释迦牟尼佛在无量寿啊弥陀经上教给我们啊，阿弥陀佛在西方极乐世界尽现在说法啊，他在那里教学没中断的啊，极乐世界很殊胜的，极乐世界没有政治组织啊，没有国王，没有总统，啊，这经上没说过，没有行政组织啊，啊，他有什么？他有老师，他有学生，那是个大学校啊。十方世界往生的人都到去求学去的，啊，老师是阿弥陀佛，菩萨是高级班。啊，阿罗汉是中级班，我们六道去往生的是初级班。啊，这三个班呢，初级班凡身同居土，中级班方便有余土，高级班十宝庄严土，有特别的，他三个班在一起上课，真妙啊！所以它是平等法。啊，在那个里面看不到比较的，看不到，完全是平等啊，相貌平等啊，我们底下就可以看到了啊，体质平等，都是自摩真经色身啊，相好圆满到基础。阿弥陀佛，身有84000相，每一个相有84000随心好，每一个随心好放84000光明，每一道光明里面都看到诸佛菩萨在那里讲经教学，啊，全宇宙在身相上就看到了，啊，而且虽然有三等，有人天，有二乘，有菩萨，有这三等。实际上，阿弥陀佛用愿力48愿，把三等摆平了。这桩事，十方一切诸佛刹土里面没有，只有极乐世界有。这一点我们要知道。啊，这是阿弥陀佛、释迦牟尼佛教导我们，这一生就取极乐世界，无论修什么法门没关系，我的方向目标是极乐世界，是清净阿弥陀佛。在经上讲得很清楚，啊，专修的人能往生，不是专修的人也能往生。
这是不可思议的境界。啊，一切佛经里头都没有这种说法，只有这个经特殊。啊，他往生的条件四个字：信，没有丝毫怀疑，真心、真愿。啊，一心就是愿意求生极乐世界，亲近阿弥陀佛。有这个信愿，就取得往生的条件了。那么到极乐世界品位高下，那就是念佛功夫的前身。啊，像我们前面说的，如果念到功夫成片，往生同居土，念到四意心不乱，往生方便土，念到离业心不乱，往生十八土。啊，这是真的，经上讲的很清楚。但是四十八愿里面跟我说明了，虽然有分，实际上同居方便土得到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加持，他们的智慧神通道理跟十八土里面的化身菩萨没有两样，他都得到借助阿惟越之菩萨，这个了不得了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生到极乐世界，纵然是下下品往生，可是到极乐世界之后，你所享受的是上上品的待遇。啊，我们相信佛没有假话，佛语真诚，不会骗人的，不是诱惑我们，是事实真相。啊，我们要相信，我们要争取在这一生当中超越，不再搞轮回了。啊，不再搞这些愚蠢的事情了。一切诸为己有就是愚蠢的事情。啊，没有自己，啊，在这个世间，一切随缘，一切真随缘，一切佛菩萨天天安排，自己不操心。啊，菩萨给我们安排顺境顺受，逆境也顺受，啊，都欢欢喜喜。啊，顺境没有贪念，逆境没有怨恨，心永远是清净平等，就好啊！这真修行呐！啊，时时刻刻发喜冲啊，心里头行住坐卧一句阿弥陀佛。啊，除阿弥陀佛之外，什么念头都没有。那么这个会议本实在难得啊，五种本子里头精要的全都收在这里，没漏掉啊。生念必生，过无女人，莲花化身，通通都在这本子里头啊。佛妙是过愿精要啊，把五种原意本里头那个愿的文很长，它精简了啊，用最少的文字，哎，但是意思完全保留
这是少闻而显多疑啊。例如地下居里说未疑，第三十八愿，你看他的愿文：设我得福，过中天人，于得依附，随念皆至，如佛所赞，应发妙福，自然在身啊，有求才逢，道然喜着，不取正觉。这么长啊，第二十四愿曰：设我得福，过中菩萨在诸佛前，现其德本，住所求欲供养之具，若不如意，不去真求啊，为以这两愿贤衣服工具之如意，但却饭食如意啊。如汉译的第二十三愿无疑是第二十四愿：我作佛时，我过诸菩萨于饭时，就是想吃饭，在七宝钵中生自然百味，饭食在前，食已不皆自然去，不尔我不作佛啊。于此又可见唐宋之四十八愿食不足四十八页啊。经词汇本，你看是即以上三月为我作佛时，生我过者，所需饮食衣服种种工具，随意皆至，无不埋怨。这文字简单的把前面全部都融进去了啊，说可见慧本，文乐一风啊，真的会得好啊！注意所居之弥陀深渊，备贤无疑，是以尽是诸贤，公认此为善本，良有一也啊。这几句话是黄念老的话。啊，也是真话。啊，这个本子出出来的时候，有一些出家在家的大德看到了赞叹。啊，确实是个好本子。啊，我们为让大家生起信心，特别把中文的无量寿经五种原译本啊，王龙书的汇集本，魏默生的汇集本啊，还有彭二林居士的结交本啊，跟夏老的汇集本，一共九种版本印成一册啊，大家通通可以看到啊，九种本子都在你面前啊，用任何一本都能往生极乐世界，没有高下。为什么？往生的条件只是信愿持名啊。这一句呢，那是每一种本子都有，都提倡的啊。至于你学习，你自己看哪一种本子你欢喜，你就采取哪一种啊。不必厚此薄彼，不必去批评啊。每一个本子都好，都是佛说的啊，佛当年说法不是说一次多次，我们知道佛说法没有讲稿，也没有大纲，佛完全从自性里头流露，
为什么不同？听众不一样，时节因缘不一样，地点不一样，说法就不一样了。就是我们在这里学习无量寿经，在香港是这样学法，在中国大陆就又不一样，一到日本去又不能一样。到外国去，到哪个国家，哪个国家的人民，他们的文化，他们的看法想法不相同，你要不迁就他，他不能接受。那就我佛为什么多次宣说，道理在此地。印度佛缘很大，那个时候没有团结，许多小国跟中国春秋战国一样，在哪个地区要符合那个地区的人民的生活文化，种种都要考虑到，都要顾虑到，它自然不一样啊。这是我们应该要体会到的。所以积极进藏的时候做这个汇集是正确的。我们的藏经从梵文翻译过来，翻译的时候有没有汇集？有，第一本就是汇集本。第一本里面通通是佛说的，但是不是一部经，42章经，就是大乘大小乘经里面揭露的42段，那就是个汇集本。所以有人提倡不可以汇集，这是他自己的一种看法。实际上翻经的法师早已经就用这个方法，古时候叫合经，合起来，合经就是现在的汇集文。那么这是介绍这一篇篇题，下面呢，这是真实经文，我们看经文。陈说请听。佛陀嘱咐法藏菩萨，把他的修学经过向大会提出报告。这里法藏白言：唯愿世尊大慈听察。念到的注解：听耳闻，察心中深思。会说曰：如来听其说明，照察丹尘。故云天察，故今亦为法藏菩萨请求世尊垂慈于我，听我所说，见我诚心。那么下面是法藏陈述所发的大愿，这就是本经汇集24章48愿。把各种的这个原译本全都合在这个里面。前面这总说：我若证得无上菩提，成正觉矣，所具佛刹，具足
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。那这一句是总数，首四句总括全部大愿，就是四十八愿。愿我成佛时所居的佛刹，具足无量，无法以数量表示甚妙功德啊，殊胜微妙的功德，具足无量清净庄严啊。这个总说的这一句很重要，为什么？它确确实实能帮助我们，启发我们，发现向往求生极乐世界。啊，具足者呢，圆满的意思。啊，具足无量清净庄严。啊，就是圆满无量清净庄严，周遍汉室，无牵无余。故云具足啊，这个具足就是说，十方三世无量无边诸佛刹土，这里面的真善美好法藏比丘啊，全部都采纳了啊，诸佛刹土里面有缺陷的地方，他全部舍去不要了啊。我们在愿文上能看到啊，像我们这个世界，当然他也看到过，这个世界有三恶道，有地狱恶鬼出生，有阿修罗，有罗刹啊，有种种染污不善，他完全不要啊。我们这个世界有好的啊，伦理的教育，道德的教育，因果的教育，圣贤的教育，这好的善的极乐世界全有。所以他第一愿就是过无我道啊，像我们这个世界许许多多诸佛刹土都差不多啊，也就是都有六道，都有十法界啊，没有六道十法界的清净佛国土，这个世界有没有？有，不多啊，多数的还是给我们这里差不多的样子。那所以这是我们必须要晓得的啊。然后为什么选择西方极乐世界，这就非常重要了。啊，具足，你看周边含摄无牵无余，这些具足所具功德与庄严皆不可思议，超前低见啊，不是我们凡夫能够想象得到的啊，非思量分别所能知，
非语言文字所能表，故曰不可思议。啊，华严经独名世事无碍之不可思议境界，亦多相起，小大相容，广狭自在，言处同时，重重无尽，圆明具德等等。啊，详细的说就是华严的十玄门。啊，前面在判教里面曾经说过。啊，那么今天阿弥陀佛就是频路这拿出来。极乐净土何以华藏世界？极乐一真具体是世事无碍不可思议的境界，意业圆具无尽的玄门，故曰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。那由于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，故能令众生闻名得福，闻名发现，十念必生，今等不退。啊，句句都是实话。啊，所以我们这一生当中非常幸运，能够遇得人生，遇佛法，能够遇到净宗，遇到净宗的这个汇集本，这一部集注，实在是非常难得稀有啊！一定要把这个机会抓稳，决定不能把它放松啊！往生极乐世界，亲近阿弥陀佛，做佛是真的啊！贤公这句话要记住，其他全是假的啊！假的随缘就好了，别认真。啊，认真就生烦恼，就错了。啊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